觉得很佩服。那你刚刚带的在哪里？你告诉我吗？你刚刚带的是哪一个？小弟，这里吗？你过来啊，在这里是不是？那我帮你把它弄过来一点，我再盖一个，好不好？哦，好棒哦！你一定会盖更好的房子。房子也很超漂亮。你看，波波来安慰你了。对，波波想要来跟你道歉了。波波，你看我们这些房子都搞得很棒。雨轩，波波老师，起来了。波波，我跟你讲，波波老师，然后我们波波老师，波波老师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也要上学？波波老师，先跟波波老师上课吧。是不是也要上课？波波老师来了，赶快！波波老师叫你了，来，再回来。